到天亮去了。我现在已经站在了边藏交界的地方，就是后边有西藏两个大字。过去这个地方以后，就进入了西藏地区，而且这个公路呢，现在还是柏油路。过去以后啊，到了西藏呢，基本上连就是全是砂石路了。这边就是怒江，啊，怒江这边有个小的拐弯，这地方水流非常急。过去这个牌子这个地方。那边就是到了进入西藏地区。这地方有一个警示牌，前方路况复杂，请勿夜间行驶。这边呢，现在还是柏油路，但是到了西藏那边以后啊，就变成了砂石路。太渴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进入西藏了。这个路就开始是砂石路了。这是个大石碑，介绍滇藏分界点。滇藏分界点是茶马古道滇藏马帮的必经点，距茶瓦龙乡政府驻地54公里，距秉忠乐乡政府驻地32公里。这地方还做了一个钟啊，这个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警钟长鸣啊，这地方路还是非常危险啊，大家一定要小心翼翼走这条路，还是驾驶的时候要注意点。这边还是这个竖着这个牌子，这个牌子已经非常久了，外国人进入，这个字已经不清楚了。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，往这个秉忠洛的这个方向。这个怒江的水啊，这地方也很急啊。正好这边是一个小拐弯的地方。我们前年的时候到过这个地方，当时路还正在修，现在已经修好了。那个时候这一块碑啊，这个界牌啊，刚刚放上去。滇藏界，大家路过这里啊，可以停一下。很有意思这个地方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比他茶到西藏。